关心一波天气哦，一波地北部地区拢是小可落雨的情形，温度上低23度，上悬27度。在东部地区，南投是落雨，其他是多云，温度是25度到30度。南部地区高雄是多云，好天；台南多云，其他落雨，26度到31度。宜兰花莲台东红桃树是落雨，温度是24度到29度。天后金门是多云，马祖落雨，16度到27度。